Ladies and gentlemen， 歡迎嚟到奧運男子足球決賽球迷爭霸戰。喺 right corner 呢一邊嘅就係西班牙嘅勇膽 ，blue corner 呢一邊嘅就係巴西嘅勇膽。我跟你講進攻得分，我哋嘅李察李神啊，24歲啊，當打當砸，扭腰又勁，速度又快，你點同佢鬥啊？好似我哋啊，阿森斯奧一出道就有金童嘅稱號，而且仲係位於西甲班霸嘅皇家馬德里嘅中場人物，而且佢打法多變啊，又可以打中場，又可以打逆風，而且佢對喺四強對戰日本嘅時候，仲射入致勝嘅一球啊！有咩用啊？好有天分啊！我嘅李察李神啊，上屆啊英超啊已經入咗7球啊，今屆啊8球入邊有5球都係佢嘅，你點同佢鬥多啊？第一個啫嘛，我仲有第二個啊，邊個？奧耶沙巴啊！哦，佢今屆奧運啊射咗2球啊，仲有2球助攻，又射得又助攻得，而且有罰球得，你得唔得？得唔得？我梗係得啦，左翼又得，中鋒又得，佢都得啊，你又得唔得啊？你又得唔得？梗係得啦，而且佢係皇家蘇斯達嘅王牌人物，而且仲要喺上屆嘅西甲入邊射咗11球，8球助攻啊，勁唔勁先？勁唔勁先？勁！但係邊夠我勁啊？我巴塞羅那都想用8500萬嘅英鎊啊！去佢 ！Round two， fight！ 挑戰咗西班牙佢先。我哋啊，今屆正選門將胡乃斯蒙啊，佢係啊大國腳嚟嘅，佢今屆都有踢過歐國杯正選嘅。哇！你班 U23點同我鬥啊？鬥啊！我哋嘅大隊長，巴西大隊長 Danny Alves 38歲，經驗老道，你點會唔夠你打？老爺你堅啊！38歲咁鬼老，點同我哋班後生仔跑啊？你以為咧？佢贏埋今年奧運嘅話，佢乜都有㗎啦！哇乜都有啊！呢啲獎你自己贏啦，我哋唔會讓你㗎。我哋係唔使你讓嘅，知唔知？我哋打墨西哥嘅時候，我哋嘅大隊長啊衝出嚟啊，為咗第一個射12碼，然後我哋4-1贏咗添啊！精神領袖都做埋啊！我哋都贏過2次加時啊，證明我哋韌性都相當之強啊！我哋仲要有控球嘅踢法。你哋點樣搶到我啲波啊？控球就係最佳防守。防守我哋都有防守，我哋龍門都好勁嘅，守曬啲12碼，守曬12碼，咁犀利？係。我哋未有機會射真。Final round fight， 輪王即巴西講先。我哋真係恭喜你啊！恭喜你啊！咩啊？因為你係今屆嘅銀牌得主。你哋上屆有尼馬超級巨星，今屆咧有冇啊？都冇啊！有冇啊？唔緊要，我哋係上屆冠軍。過往仲要拎過1金3銀2銅，你哋咧有啲咩？犀利喎！你咁樣係唔會令到我驚嘅喎。你哋啊，世界盃有啲乜嘢？我哋2010年就贏咗世界盃啦。我就唔知咩世界盃，我即係知而家係東京奧運。你哋對賽次攞點21年前等下先咩？哎呀！又再同你講往年嘅往績啊，今年啊，我哋首季啊 D 組啊。已經首名出線啦，加上8強啊，贏咗埃及啊，4強人民墨西哥啊，你哋下下都要加時啊，小心爆計啊！加時咪加時咯 ，win is win 嚇，同埋啊，我哋有 plan B 噶，我哋當我哋入唔到波嘅時候，我哋換邊個啊？1米1球1嘅米亞，米亞嚇，佢影後場啊，入曬啲波啊，入曬啲波，夠鐘。今次比賽嘅結果係打和，打和。奧運男子足球決賽，巴西對西班牙，請晚記得睇直播。耶！奧運仲有2日就完啦 ，JSR 奧運奧乜嘅啫？星期6嘅推介賽事係朝早嘅男子籃球決賽，男子10米高台跳水，棒球決賽，女子跳高決賽，仲有夜晚男子足球決賽，男子排球決賽，女子4×48接力決賽，男子4×48接力決賽，冇錯，大家可以由朝睇到晚啦，拭目以待。